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今天一定要融入新班级。你今天去看世界杯吗？咦，这个我会，我看。那帮我拍点照片吧。拍照片？不是看电视直播就行了吗？电视，或者手机？当然是去现场看更有劲儿啊。OMG， 你没去过？什么家庭啊？世界杯随便去看。其实现场也不好玩，我上一届去做志愿者，累死了。这个话题早点过吧。今天王小彤没来呀、他被送去观赛了。观赛？是啊，人家进了体育解说后备人才的选拔，就被官方送去现场出席这种大赛的解说流程喽。这跟电视剧里的贵族学校的纨绔学生完全不一样啊！他们真的才十五六岁吗？这没什么啦，东道主都输了才让人意外。他们策略不对，一直守着自己的主场，球都传不过去。女孩子看球不都是去看帅哥的吗？中国队什么时候比啊？世界杯里有中国品牌赞助，体育场也是中国企业承建，旗帜、球衣都是 Made in China， 中国元素到处可见，就是没有中国队。但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中国队会出现在世界杯上。